再一个，尝尝这个味儿啊，嗯，非常的香脆甜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马上开播，姐妹们，就今天在这里了啊，明天走了。嗯，真好吃，比我小时候吃的可好吃多了。吃个刚摘的杨桃，哇，真甜，超多水分，马上开播，来呀，姐妹们！这么新鲜的绿宝石甜瓜，在你们那边是不是卖十几块钱一斤？那也太贵了。我们产地的绿宝石啊，已经成熟了。嗯，又脆又甜。如果你喜欢吃，帮我点个小爱心。下方小黄车十多块钱一箱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辽宁的绿宝石甜瓜，吃起来呀又脆又甜，在你们那边是没有，看看这声音，嘎嘎脆，嘎嘎甜。嗯，如果你也想吃这么好的绿宝石，来我直播间，来搞个红心你吃吃。嗯，好甜，嗯，好脆，嗯，我们山东的头禅羊角蜜啊已经成熟了，给大家开一个挖看一下，哇，嗯，脆脆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我一天能吃100多个，不信的话你来我直播间看一下。巨峰葡萄成熟以后呈黑色，特别甜，非常丰产，南方北方都可以种植，有喜欢种植巨峰葡萄朋友们，点个红心加个关注。哥姐，先别划走。看一下这个呀，就是弟弟家的贵妃枣，来尝一口。嗯，又脆又甜，如果你喜欢吃，点开头像进我直播间，直播间的价格呀特别便宜，